这衣服也太合身了吧！腰真细，长这么胖还嫌人家穿 JK， 金丝笑贫丢不丢人？别这么说，大家都是同事，走开！哎，小飞机，你们都是一伙的，老假惺惺！哎，长得瘦了不起啊？瞅瞅谁呢？小飞说吗？想和他一样呀？我想，我想，我想。就是家嘛，有他吃饭又轮到别人身上了。哇！吃就跑了，居然是真的！这下怎么吃都不会胖了。好撑啊！还没吃饭就想吐，还胖了这么多，奇怪。要不我们去散个步，怎么样？现在好点了吗？嗯，多吃一点，再多吃一点，再多吃一点。我的肚子好痛，王姐，那小慧先去医院吧。可我不用开车，怎么办？我想起来了，最近联动云推出了春节活动，这附近就有网点，不仅安全方便，而且日租用车还免运付款呢。我现在订一辆，上车，我来开。检查结果出来了，他胃里堆积了很多炸鸡甜点。可小慧姐没吃东西啊。炸鸡甜点，我知道了，跟我来。果然是你，还小葵。哼，那又怎样？有了这个碗，我马上就能变瘦了，还不把我打死？给我！不行，不行，打我！是我，给我！别打！不行，不行，又是你！给我！给我！还我！太好了，肚子不痛了。看肚子！哇，小飞机穿的衣服真好看！哇，这衣服也太合身了吧！腰真细。长这么胖还嫌人家穿 JK， 金丝笑贫丢不丢人？别这么说，大家都是同事，走开！哎，小飞机，你们都是一伙的，老假惺惺！哎，长得瘦了不起啊？瞅瞅谁呢？小飞说吗？想和他一样呀？我想，我想，我想。就是家嘛，有他吃饭又轮到别人身上了。哇！吃就跑了，居然是真的！这下怎么吃都不会胖了。好撑啊！还没吃饭就想吐，还胖了这么多，奇怪。要不我们去散个步，怎么样？现在好点了吗？嗯，多吃一点，再多吃一点，再多吃一点。我的肚子好痛，王姐，那小慧先去医院吧。可我不用开车，怎么办？我想起来了，最近联动云推出了春节活动，这附近就有网点，不仅安全方便，而且日租用车还免运付款呢。我现在订一辆，上车，我来开。检查结果出来了，他胃里堆积了很多炸鸡甜点。可小慧姐没吃东西啊。炸鸡甜点，我知道了，跟我来。果然是你，还小葵。哼，那又怎样？有了这个碗，我马上就能变瘦了，还不把我打死？给我！不行，不行，打我！是我，给我！别打！不行，不行，又是你！给我！给我！还我！太好了，肚子不痛了。看肚子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我们主任要来家访了。家访？家里这么乱，怎么下脚啊？糟了，破脚回来了！怎么办？救救孩子吧！机场和学校到小区路只要30分钟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们先从衣服开始。去拿了分类，不点了。冬天、夏天的直接都包起来。不会吧，这么快？丸子家长在家吗？哎，大姑娘，你照镜了呀？哦，看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您在家呢？我想借个擀面杖。啊，老师，你走错了呀！我说的是16号楼，不是6号楼啊。怎么越收拾越乱？时间不多了，我知道了，是我们房间搭配不合理，所以才会越收越乱。有办法了，最近刚好在玩我的小家，里面有各式各样设计很好看的房间，还能根据房屋风格选自己喜欢的搭配。我最近刚刚装饰好了一套春节小屋，就按这套搭配来收拾吧。房间搭配这么好，肯定不会被发现的。对，甄老师好。莫姐怎么和老师一起？哎，甄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做假期家访，丸子没跟你说吗？说了说了。好美的丸子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。家里的搭配可真有年味，感觉大家是一个很温暖、很会生活的女孩子呀。没有啊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下次再来。那我送你。哎，这是什么？
哎，什么东西啊？胖姐，年快乐！完了。和学校到小区都只要30分钟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我们先从衣服开始。食堂的分类不点了，冬天夏天的直接都包起来。不会吧，这么快？哎，丸子家长在家吗？哎，大姑娘，您着急了呀？哦，看错了，不好意思。您在家呢？我想借个擀面杖。啊，老师，你走错了呀，我说的是16号楼，不是6号楼啊。怎么越收拾越乱？时间不多了，我知道了，是我们房间搭配不合理，所以才会越收越乱。有办法了，最近刚好在玩我的小家，里面有各式各样、设计很好看的房间，还能根据房屋风格选自己喜欢的搭配。我最近刚刚装饰好了一套春节小屋，就按这套搭配来收拾吧。房间搭配这么好，肯定不会被发现的。对，甄老师好。莫姐怎么和老师一起？哎，甄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做假期家访，丸子没跟你说吗？说了说了。好累，丸子，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。家里的搭配可真有年味，感觉大家是一个很温暖、很会生活的女孩子呀。没有啊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，下次再来。那我送你。这是什么？哎，什么东西？胖姐，新年快乐！完了。小超兄弟，他超给力，人品以及有很多兄弟，就连快递他也调戏。吃素一切不放在眼里。有的时候我那傻超兄弟也会郁闷，但是从不吭气，玩命工作，他勇敢做自己。这是生活的问题，好像和他没关系。其实再多的漂亮姑娘他都不放在眼里，个风刷对他来说也没什么了不起。他说如果没实力去玩一场拼爹的游戏，干脆这辈子只敢翘羊皮。